我们要认真努力。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，变成我们的思想。啊，经典里面的教训，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。我们要把它完全落实在自己身心这两方面，这个收获就大了。啊，第四回我们的目标定在此地。啊，换句话说，这一年的时间，我们把它学圆满了。啊，至少有一桩事情，我提醒大家：生死自在，要完成这个任务，我想往生真能去得了。我想再多住几年本来寺。啊，住几年干什么？为大家表法。表法就是做最好的样子给大家看。啊，真正是智慧的样子。啊，解脱的样子。啊，快乐的样子。极乐世界。做好榜样给别人看，让别人对这个法门、对这个经典都能生起信心，啊，都能欢欢喜喜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，啊，成就自己，成就一切众生，啊，满足阿弥陀佛度众生的